应该会有十八加的情节，小孩子不要看哦。如果你觉得你叫他们不要看，他们会把叉，他们会把它关掉，那你就错了。你绝对是错了。我们昨天玩到拿到宝藏之后，现在还任务了，看他给我什么。老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听声音听不出来哦，那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男生，我是男的。好，交给你了。Well, what did you think of Fafnir's storeroom? 糟透了，糟透了。We found the whetstone. 我们没找到魔刀石。The dagger belongs to the reaver who took it. They took most of the good stuff. 他们把魔刀石都拿走了。Oh, well, here, take this in exchange for the dagger.好，结束了，不要洗屏啦、啊。那个比太多赞的，我先暂时。The dagger you brought me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artless design, but the construction sound. Where in the temple? 背叛护身符。In the reaver's back. Oh. 我们获得一个护身符、欸，哎、欸、按下 R 3可以发动，瞄准时发动以下慢时间。哦，这么酷啊！这么酷啊！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家里在吵什么东西啊！我家人在跟北欧神大战，结束了。好啦，我们继续哈。什么东西？战神三比较好看哦。啊，那你就去看战神三啊。这个游戏已经经过了八年了吧？还在战神三的游戏模式，我觉得已经不符合游戏那个不符合游戏市场了。对啊，所以说。其实说真的，战神现在一直在不断的改变啊。如果一直都是玩旧的模式，我觉得他应该赚不了多少钱吧。哦，然后就不会有人想要继续玩了。然后就会发现战神这个系列就此终结。哦，我们刚刚所看到这种背叛者护身符，发动一下放慢时间会慢动作就对了。此模式下远距离攻击威力更强。哇，获得一个宝物哎、欸！试试看。Quite possible. 为什么没有 ？I know I've seen this design before. 我按了 R 三，他不想甩我，是不是？不是这个。按下 R 三发动啊？对啊，哦，是瞄准的时候啦。瞄准的时候按下 R3 啊有哎、欸，有变慢吗？感觉不出来。我怎么感觉这里其实就可以直接先过来解，我们先解这个好了啦。Scolded her son. She told him he should walk forward. 渡鸦断崖。Not sideways as he always did. We will continue another time.渡鸦断崖。把他们打掉。结束。Boy. Sir. Kvekia. 哦，这边要往上爬。来了来了来了。哇！对啊。行嘞 ，Yeah， 他妈死啊！误中，误了，误了，误了！哦啦，哦啦，哦啦，哦啦！哇，哇，哦，轻轻松松。其实啊，我玩这个游戏啊，玩到后面啊，哦，我已经学到了一个 bug， 你知道什么 bug 吗？哦，就是这个 bug 呢，可以无限斯巴达之怒，有没有想学？我可以教你们，我教你们，你被老板骂很不爽，被栽赃的时候，你也很生气，你就可以使用斯巴达之怒，而且还是无限的。啊，想想你被劈腿，想想你好不容易买了晚餐，走在路上，晚餐掉到地上了，被狗啃了，斯巴达之怒。I died wearing a valuable family heirloom.
船家宝贝拿走了。哦，找到船员就会送我船家之宝，赞哦。结果老头之后说，那个 bug 就是我不知道。我知道啊。欸，原来这是一个死掉的巨人欸。Nor should it be yours. Doesn't it concern us if everything around us is dying? Our only concern is reaching the peak. Really? 原来如此这般。The resources we find improve our equipment. If we stray from the path, it is only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journey ahead. 好，什么东西没捡？ That if it means we keep exploring and helping others. Fire! Nice.刚刚那只巨人是你以前玩战神杀死的，以前的巨人哪有这么小只啊？这边是北欧呢，北欧呢？你这样意思是说我在过去就在北欧杀过巨人了？那这样不太对吧？这样不太对吧？真的是神射手，看来又是单向道了。他这个都是单向道，欸，回去就不能再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样设计不是很好，不太方便。你要多跑几趟，你要多跑几趟呢？好，老头准哦，是不是？啊。这种准度呢，有时候也是不要太准会比较好啊。尤其是在对你的女朋友用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太准。懂我在说什么了吧？87分不能再高了。快全破就可以双向了，太棒了！真是个好消息，我喜欢。还要等快全破，好久哦。这边应该要大战了。师爷，给我翻译翻译。好，他在翻译了。然后什么都不讲，就说略懂略懂。明明就看不懂，偏要觉得好像很理解一样。啊，是不是？不懂装懂。我该相信这位小屁孩吗？他会不会不懂装懂，然后害我死掉啊？会不会？我看这么能跳，果然是神。老头发现拉完大便时没卫生纸怎么办？就斯巴达之怒啊，不用讲了。有什么问题不用担心，斯巴达之怒就能解决。战神为啥又有小孩了？说来话长。哇，居然又遇到你了。Yeah， 感觉都只是据点而已欸。不售。哦，这个我要啊，不要那么早装。哦，这可以卖掉。Good to see you sweating the details. Good to see you. We met up at the quick. Met up at the quick. 没有经验值。学经验值的好所在。Yo yo， check it out， man。学好了，这是什么东西？找到戴绿戒指的矮人，怎么不是戴绿帽的矮人呢 ？Can you read it? Yes, sir. These runes read death inside. 他说什么？没注意看。不想警告，死亡在内，这一定有点年代。里面现在外面也很多死人。存档。怕。老头早上起床的时候也斯巴达之怒，大家只要是男生都会知道早上起床为什么会斯巴达之怒了吧？ So, 升起啊！Brock said his friend was dwarven like him, wearing a green ring.
戴着绿戒指。是不是？Because I do not run errands for dwarves. 逃得过我的网罗吗？逃不过。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蓝血的宝剑涂抹捷径，收回。Dwarven, but no ring. 但是没有戒指。哦，原来这是一个烧焦的矮人啊。There, along the floor and wall. 焦矮人。I guess we keep looking. We. I mean, I'll keep looking.这边的北欧人都习惯吃矮人肉，是不是？都要这样烤焦，是不是？升起！好，我不想有预感了。看到这个，哦，哪里啊？哦，石头人。又是你！昨天打到要死要活的，又是你。It does not attack. 他不会攻击。我已经知道怎么跟他打了、啊，昨天跟他打了快一个小时啊。Mom made them sound more dangerous than that. 哇，他走了、欸。Do not drop your guard. Come. 所以说他这个开放式算是说半一半的半开放式世界的战神，里面有一些生物，野生生物是不会主动攻击的，你不要去惹他，就不会弄你啊，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哎，小给他砍下去，你就死定了。绝对！像我昨天一直在练习打这只龙岩巨石，哎，真的很难打哦，没有那么容易啊。下去！呀！不假！哦呦！哦呦！哦呦！哦是哦是哦！哦呦是哦！哦是哦是哦！哎哎哎！过去！哎，居然没中！啊，没中！被关厕所了。干老师，这个先杀，烦死人了，一直乱。啊！啊死！多跟老爸学伎俩啊！啊，儿子。Not him. Hey, 你还太弱了。I thought you didn't care. I noticed the lack of ring while looting the body. 就这个吧。Oh. 找到了吗？我们的绿戒指嘞？哎，我发觉我们都没有用那一招哎，就是时间暂停那一招我们都没用。我觉得这都是习惯问题啊。而且刚刚也没放这一招，好浪费哦！可恶！哇，这边上不去啊！三百壮士，哎，杨安你好，儿子都不会砍，他会帮忙牵制敌人啊，算不错了啊，总比都不会做事好吧？完了，我剩没多少血。笑嘞！又是这家伙，超讨人厌。哇，要死了！我会不会挂？儿子，撑着点，儿子。习惯那慢动作放不出来，啊、有了有了，哪吒中奖，继续，哎、欸、按错，
哦呦，挡哦！射他，射他，射死他！很会闪，很会闪！啊干！哇！哈哈哈哈哈！手残！儿子救我，儿子救我！哎，乖乖乖！干好，干好！不行，不行，不行！去吧你！我要技能越来越多，真的手残到不行啊！斯巴达之怒软掉了，变成斯巴达软啪啪。老头，你是闽南人吗？不是，闽南人，台湾人，闽南人。台南人吧，是不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是啊。会放到 YouTube 吗？会啊。不长，清好清满。Boy， boy， 这是什么娃娃？哦，没有卷轴。又拿到一张地图，藏宝图哦。杀掉我族人的三怪已经解决，但是战争造成的伤害已经造成。我把所有仅剩的东西埋在尸体旁边，英格利和我以前常来这片海滩，看着太阳神从神殿后方升起。太阳从神殿是哪一个神殿啊？所以说他看着太阳从神殿后方升起，那这个是神殿的正前方。他的尸体在神殿的正前方啊，帮我记录一下。哦，会了，一下就会了。你们解一下宝藏。乌鸦有邪运，哦，就是象征不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事物啊。当你看到乌鸦的时候，就是代表你准备要蹙眉头的时候了，知不知道？啊，所以说，以后你看到你喜欢的人，你跟喜欢的人很久了，你要送他生日礼物，你就送他一只乌鸦。所以，听我的准没错啦。这是什么？哎，这边我还没来过哦。我看一下，要先去往哪里走比较好啊？哦，这边一个符石，看到了一个。还有哪边有符石？没有。好想法。不是送时钟哦，也是可以啊，不然你送一双鞋也是可以啊，送走是不是？可是日本乌鸦是正面的意思哦，每个国情不同嘛。哎呦，什么声音？各有各不同的国情。魔钢，魔钢。没看到戒指哎。补血的留着啊，先吃好了、啊，反正 也快死了。多此一举。怎么越走越上面了、啊？哦，这是捡我们宝藏的地方，从这边跳过去就可以捡得到了。然后这边有夹子，然后呢？找找找！台湾的乌鸦代表无奈，真的。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Invari now. You can just go tell Brock. I don't need to fight it. 没必要向他战斗。We will fight it. But why? Because you are frightened of it. 因为你害怕。意见分歧了，老爸觉得要打，但是呢，儿子觉得不用打了。如果是你，你会跟他打吗？我是会啦，可是我要怎么跟他打？有宝箱哎、欸，斧头还有其他武器吗？之后据说会有啦，那也是之后的事情啦。打一遍，可是我没办法过去啊，门又不开。应该是去别处吧，我们还差最后一个。哇！不，我操！干什么东西？下去！挡！吃下去！吃下去！吃下去！哎呦，一呆！干要死了！啊！哇！我啦！我出！吃过暴菊拳的没有？吃暴菊拳的？这谁啊？管制，下去！乌了！乌了！终结你！失败！乌哎哎，失败！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哦，去死啊！一直乱，结束。呜，精彩的一战！哇，你有发现到无限刷怪了？好像真的假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哎、欸。你是说这边打了之后，然后重新离开检查点再进来一次就有怪生出来了，是不是？那这样我还蛮赚的哎、欸，我有赚吗？天马流星拳，好玩吗？我觉得不错玩啊，好玩好玩，赞赞赞！我们符文好像还差一个哦，我一直想要去捡那个宝箱，但是没有看到我们要的符文啊。看有没有办法去打那只巨石怪之前，先把我们的这个符文组给解一解啊！啊，还差一个 R。什么声音？哎、欸，解完了，原来它是藏在那里啊、哦！我解完了、欸。随便丢丢说，赞赞赞！人生也太胜利了吧，这样。好，这个门开了，然后我们该看的都看了嘛，对不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走吧。莫名其妙就打开了。啊、就是说是剧情需要啊。找出他的弱点。Yes, sir. 我觉得克雷多斯会想要选择跟他挑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让阿特罗斯更坚强、更强壮。哦，然后呢，为什么会进来，然后有这个剧情？我觉得应该是剧情所需，所以说这个封印也是一定要解开的。这个封印一定要解开，才有办法进入剧情啊！剧情需要，剧情需要。
所以说其实就算你刻意不解，最终还是会来到这里。到了，到了，到了。还记得我们上次怎么跟他打的吗？ Stay quiet. One by one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如果是 one by one， 我会很好打。One by one， 你是 one by one 吗 ？One by one，One by one，One by one， 砍！呀！砸！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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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我的钱还来哦！哎，来了！我要把他弄死了！我要全部都在掏他，他射兽之了吧？靠北啊！解决。不行。哦，吓我一跳。觉得十巨人好打吗？不好打。但是会打的人终究会打。哎，我们找到了矮人的戒指。新武器，新武器，保护之火焰纹章啊，燃烧抗性加20。有这个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有记录档吗？会放记录档。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如果是出战的话，应该会死很惨啊。因为该怎么讲，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老头打这只龙岩巨石吧，应该是讲说在野外的龙岩巨石，而且野外龙岩巨石还比较强。野外的龙岩巨石，我打了快一个小时，就是一直在找他的弱点啊。啊不就好像在我练习怎么打，不然的话我等一下这边 可能也被打跟狗一样吧。这是什么冰山怪之怒，快速释放震波攻击。新技能。欸，蛮帅的欸。而且会加昏迷子欸。啊，跟白熊冲锋居然是放在一起的。好吧，总看看。然后学一下好了。试试看。OK， 蓄气。哦呦呀，可以蓄气耶，好屌哦，厉害厉害，冰淇淋之怒。老头，我帮你订阅了，感谢。阿里嘎多。打到后面会有以前武器可以玩哦，我知道啊。应该是到中后期吧，我现在还算前期啊。老头儿子长怎样？就长得跟战神一样，长得很战神。Can you read it, sir?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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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躲肩舞。These runes were written fast. 这些符文很潦草。如果这是安德瓦利留下的讯息，瓦利，哦，安德瓦利留下讯息，他想说什么？和我们在他手上找到戒指有关吗？去问布罗克吧。Egeem Staney. Who asked the blue one? So now you're interested? We found his alchemist. A reward was promised. 哎，又是你！
那刀又不管用了。烦死人了。凶！啊！被烧死了！你爸挂了，你还射你老爸？你是多恨你老爸？啊！你是多恨你老爸？你说啊 ！Read it, sir. 噔噔噔噔噔噔。His runes were written fast. It spells out.可以剃个光头，留个络腮胡。You are the only one. So now you're interested? We found his alchemist. A reward was promised. Get him! 哎，我怎么没爆炸？哇！吃章鱼肉咯、还没打完。不走。Better.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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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屁孩。儿子会死吗？不知道哎。都很难讲。哎，宝箱。好了，可以玩 PUBG 吗？不想玩呢、欸，没有什么兴趣说。这边有两条路，我选择走这里。嗯？嗯？就这样，跳过去。为什么我们要重操旧业往前走呢？难道有宝藏？我就知道，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在这里头呢？又一个宝藏，就是钱而已。Are you sure？ 只是为了拿钱，还是说旁边有东西？我可以跳回去吗？好像可以、欸，也、欸、可以、欸。这周围看起来很单纯啊，没东西。看来单纯就是让你走回来拿这个200多块钱而已啊！方舟五点发、啊，难道没有发布吗？我看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发、啊。我已经排成了，不是吗？还是我排错时间啊？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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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发、啊、有发、啊，可能没有跳出讯息出来吧？有啦，今天有发、啊。老头找到好玩的网页游戏吗？还是手游吗？我是有一款不错的啦，有一款工商的啊，你们要不要看工商啊？啊，哎、欸，我不知道对于你们对于工商这种东西，你们会不会反感啊？对啊，怎么说？就其实通常工商这种东西讲求的是实况组的。应该讲实况组的这个怎么讲可信用吗？对啊，因为毕竟说真的啦，有工商才有办法继续下去啊，那没工商没钱，吃土啦，吃大便，吃大便啊，吃大便！哦，这个拿盾呢、欸？哎、欸，干什么？飞飞飞飞高高！火球术哎、欸，弹回去送你了，解决。老头工作吗？啊，我工作就是做这个啊，不要洗那么长。啊，
好不好？先给你禁言了。拍到哪一集？25集啊？没有新方舟，25集不是哦，已经47个人在看了，你说没有？你要不要再去找找啊？工商之力，我想老头应该没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啊。然后有工商就接啊，可是基本上我工商还是会看啊。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我的工商我也不可能乱接啊，你总不可能我一个游戏的频道，我一个游戏的频道，然后在那边接那个什么果菜汁的工商，哈哈哈，也太奇怪了吧？你懂我意思吗？类型要相同啊，类型要相同啊，啊！而且我是认为啦，你喜欢的实况组有接到工商，我觉得应该要高兴啊，而不是讨厌啦。除非他真的夸大不实，你知道吗？他真的夸大不实，那就真的不太好了。但是你应该高兴的是说，代表他不会饿死啊，啊！不然的话，你要看免钱的。你要人家出免钱的影片给你看，然后又不让他做工商啊，那你要他们怎么生活？讲一个实在的嘛，对不对？好高兴我回来了，我以为我再也出不来了。You're alchemist. I'm sorry, bro. The hand is all we could find. Still wearing the ring. There was a soul eater inside. 矿里有个吞噬者。It must have burned away the rest of him.Suppose you'll still be wanting some compensation. 给我钱。Naturally. 废话。Naturally, Miani Feruxi. 攻山侠。哦，新的呢。每次攻击成功命中时。I'll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here ring. Maybe Anvari left a bit of magic inside for he groped. Dwarves can do that. 不要在我看这个的时候讲话好不好？这样我完全没办法专心。Supple ones. 我就在这边看好了。每次攻击成功击中时，有极低的几率可以发动增益效果，获得防护罩。两个都是防御用的、欸。哎、欸，这个比较好哎、欸。你知道为什么这比较好吗？这是命中的时候才可以获成防护，那个获得防护罩。这个是要把敌人打在空中的时候才会获得防护罩，所以我当然装这个啊。对不？聪明人都知道要做这个。来，我们来升级一下握柄头，就这个可以升级。升了。升越多越好，还可以吗？最后一阶，哎，满了。Now there's something else. So what'd you find out there? 会不会做新的装备啊？这个做过了。远古尸鬼护甲，有点想要装这个，因为它有对任何的抗性15%，可是它需要远古尸鬼的心脏不够。抗性套装，哎，好屌哦！这当然装这个，这不用讲啦，八个，而且又有一个插槽，15%加起来，三件全部加起来45%，我可以抵挡将近一半的属性伤害，不然的话就会被火焰或者是毒给弄死。哦，你做哪一个比较好啊？胸甲不能做。等先做一个防御吗？欸，这防御加好多，哦，加27，做的枯燥。Safe, loser boy. 啊嘶！又不能升级。Now what was the other thing? 说到装备时间，说到装备吧。每次攻击
成功啊，每次成功完美格挡，可以发出争议效果。哦，火焰抗性增加，装备我怕烧死。呀，赞！先去看影片了 ，OK。安安你好 ，JB 不要洗这么长，好不好？先禁言，先给你五分钟冷静一下。我的世界抓到两只石像鬼和树人，我记得还有一个，你要不要去抓住他？什么东西？老头可以用整套古尸鬼装，材料不够啊，材料不够啊，等到材料够再说吧。远古尸鬼啊，不就是很难打的那个石头？对啊，我也不知道他真正野生的在哪边，会不会是在那个森林？我们要不要再回去一次啊？回去那个坑爹的森林，多打几次好了，啊，多刷一套要不要？And then he returned and chopped down the oldest trees in the forest. It's because trees are old doesn't mean they're smart. 这个，哦，哦，这是我们那个宝藏图的那个，对不对？遗忘之石，肿胀的尸体，宝藏图。原来他说的就是这个哦，然后神殿的太阳升起嘛，这里哪里有神殿啊？你搞骗！原来是这样子啊，好酷哦！面对这边，然后看着神殿的太阳升起，我们这个正前方这边就是神殿嘛，然后太阳升起，然后就在这里是吧？哦哟，这是什么？石瀑布。Yes, sir. 三的有武器室友吗？在讲什么？又拿到一张藏宝图。船长被吃了九头蛇，吃进了九头蛇的肚子里面。这钥匙理所当然成为我的了。我航海到一片新的土地，但是船毁坏沉入了海中，也带走我珍贵的宝藏。他就在波浪之下静静躺在水底的山峰上。有人知道这个在哪里吗？又是一个谜底啊。拉一半。二选一，二选一的选项，新地图，石瀑布，这边一个传送点，在你心里可以行。哎，晴雨安安。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嘿嘿，先这样看看好了。干，妈吓死了！去死！是吧？多累，多！很会嘛？很会是不是？下去！哦，毒，毒！什么物件啊？什么鬼东西？哎，这上面有东西。气船，这目前应该是无解吧？瀑布头源头，我不知道哎。你念宝藏了，
应该是钥匙。是哦，没关系啦，大家知道就好了。要怎么过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让小屁孩去拉这个，有没有？嗯？哦，行。Jump. Come and face me, God of Thunder. Oh, 鬼魂呢？ Your challenges mean nothing to the God Spirit. They do not listen. Do not mock my pursuit. 不要嘲笑我复仇的决心。My family devoted their lives to worshiping. 敬拜索尔，但我这一生只求他灭亡。为什么？他那么讨厌索尔啊？ Unlikely. Is there something we can do? For a reward, of course.If you bring down this, 如果你摧毁那尊雕像，我就允许你搜刮我父亲的坟墓。哎呀，为了报仇在所不辞。我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树立了那尊雕像，守护他的坟墓。我并不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讨厌他，不想知道。然后这边再把他拉下来。克雷多斯跟吴刚差不多，还蛮像的啊。哇，好多宝箱啊！啊，这里为什么？哦，这个是之后的东西了吧？感觉这些藤蔓。需要用某某东西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射，无解。哇，那斧头，你在这里啊？有趣。安安你好，世界之石好像都没在动啊，还睡觉啊？没有，随便讲的。我青菜公公了呀，又一个新东西啊！黄金保护护身符，被攻击后立刻发动就能回复的变得更快，被动效果，完美隔挡的时候啊，增加完美隔挡的时间带，哦，就是间隔啦，你可以早点放也没问题啊，并大幅增加隔挡时的防御，哦哟，就是防御强化的概念。这时候再看到时候的应对方式来做配套吧。如果遇到很强大的敌人，用这一招应该不错。行。My father's grave lies on an island to the east. 哦，打开了。Statue of Thor with that monstrous eyesore to the south.一个支线可以做成这个样子不简单呢、欸！巨锤的陨落摧毁所有的雕像，哎、欸，一个支线做到这个样子，有点扯啊、哦！做到还需要用一张图来完成，看来他对于支线的处理还蛮用心的嘛，我觉得。刚来安安你好。Will his story be a reminder? The lives of men mean. 什么啊？巨蛇在那边。I know, Father. You know. 巨蛇很安静的在那边看着。Yes. Good. Yes, good. 我们来摧毁雕像喽。哎，你好，刚来，安安。雷猴，雷猴。Very well. There was once a scorpion who used to travel to the other side of a river.巨蛇好霸气啊！真的太大只了。Okay, okay. Yes. The scorpion asked the frog for help. He told the frog that if he gave him a ride across the river, 到了到了 he would be rewarded. The frog protested, fearing the scorpion would sting him. We will continue another time. 先来打一波。哎、欸，有铁匠哎。Vader Guard. What? Southern outpost. 那会不会有战斗画面啊？有 NPC 在呢，他会帮忙打吗？矮人之王。
维瑟加德现在一无所有，维瑟加德的废墟止于摩尼索尔，摩索尼尔的暴行留下了遗迹。这你们是谁啊？唔知有铁匠。Hey Brock, you ever hear of a dwarf king? 矮人之王。You're talking about Mozignir? Some bitch ruled over the humans once lived. 摩索尼尔是矮人之王。Built himself a castle just north of here. 一定更矮。A dwarven castle? What's it like? You got 长得跟老头一样。讲到老头就会想到矮人。想到矮人，你们会想到什么 ？Mozignir is known for collecting all manner of killer and creatures. Not sure who's looking after him now.老头，你觉得你几天会玩完哦？四五天吧。分批玩的话，分批玩应该四五天吧，保守估计啊。不想生嘞，好浪费哦。冷的，拿破仑哦，你们会想到拿破仑。拿破仑的确很矮，他在历史上真的是很矮吗？还是说？外人故意给他塑造成矮人的形象啊，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啊，只是我没有去特别的考科这些，会想到哥布林哦，真的哦，真的矮哦，不是，有敌人有敌人，还有狼犬，干什么东西？咚！哇！我操！乌里亚，乌里亚，乌里亚！死呢！哇！还有，居然没死，居然没死，小淘气。Nice play！ 怪兽图鉴新增，多了狂暴狼，狼哥。这边的月月都吃坏肚子了，每个都这么狂暴，我哪受得了啊？宝箱，变强了，真的。老头，我想念你的方舟。我今天有出啊，你可以去看啊。这边有两条路可以走。我想想啊。先打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好了。按错啦，大哥。好，原来只是拿来开宝箱的，没问题。上一代的雅典娜最后不知道去哪里了。有听观众说，最后的雅典娜这一代会出现，然后就会获得新武器了。我就不多说是什么啦，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了。是谁赋予什么武器给可伊多斯的呢？有看过三代的都知道吧？重点都说出来了。What happened to these people? 剧透。Follow the clues. Okay. 老头，三 D 晕吗 ？Scorch marks. 三 D 晕哦，还好。They're all grouped together, so maybe they were hiding from some kind of fire breather. 本火怪物。But they died anyway. 月月。啊！跟你老师吓死我啦！有鬼！妈的，吓死人！恐怖游戏！妈！我怕！吓到吃手手，干！不会。Yes, sir. 不是方块，是方舟。最近方舟好像没什么更新欸，之后再说吧。Sounds like he wasn't a very good king. I wonder why they hated him so much. They are dead now. 受惊了，受惊了。No. 欧特又再度脱离挣脱他的束缚，这次他并没有飞走，反而留下来对抓住他的仇，大德人的复仇，他的人的复仇。我的功能小。欸，这些人我真的不认识欸。I'm just curious. Curiosity is dangerous, boy. Yo, 翻译翻译，翻译翻译，快点。
Veda Dub. It means hunting death. 追逐死亡。Great. 儿子太废。欸，其实不要说他废呢，我真心觉得他会牵制敌人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有好几次，其实我是多亏了我儿子我才过欸，因为我之前被打得很惨，被打得超惨的，都是靠我儿子慢慢设把怪魔死。所以雅典娜四号教咪咪三代还大骂奎爷，现在大老远送武器。我觉得雅典娜其实并不是好人欸，他也是在利用奎托斯啊，就是贪婪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雅典娜才是婊子，你知道吗？因为你在玩三代的时候，其他的神也是坏人，也是想要弄奎托斯，但是他们最起码是明着来。打明的就是要我干你这样子，但是雅典娜是从中间那边通从中间那边偷偷戳人家一刀，然后突然收回来，哦，然后又偷偷的把武器送给克里多斯，哦，然后让他在中间有办法征服希腊，是不是？那是表中表嘛，是不是 ？Speech， 表中之表呢？我们要颁发那个表中之表的那个颁奖典礼给我们的雅典娜啊。哦，他在中立点，他两边人都帮啊，我记得剧情里面他两边人都帮啊，对不对？他还阻止了克雷托斯在二代的时候杀了宙斯啊，哦，然后后来又要克雷托斯把宙斯给杀掉，他到底是在冲南侠？我问你，到底想干嘛？你这边有艘船欸，可以弄下来吧？可以欸，任剧情的推展。我们今天好久没有看到绿色乌鸦了，这边有没有啊？那，欸，就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往这边走，好，推船，来晚了，有心机的帮，对啊，他有心机啊，并不是真的想要维护世界的和平，雅典娜也是有他的目的的。How do you even begin to build statues this big? Dwarves are resourceful creatures, annoying, but resourceful. I guess they must have been pretty important dwarves. 哦，我看到雷神所有的雕像了，要怎么破坏啊？宇宙有小三吗？何止啊，他一大堆了，好不好？吃我一记呀！Fire！ 顶！顶你个心！顶你个心！顶啊！哦，怎么地震了？哦！哇！哇！干三小啊 ！Holy crap！你们看见那是什么鬼东西了没有？我的老天爷啊！这怎么打啊？太神啦！魔物猎人。
原来是魔猎人啊，我还以为是战神呢、欸。